所以没有新地图就好，很好。他应该也没有成本去做新地图了。对，真的是半年后哎。继续的，直接接结局。我要等级被降低了，装备也没了，可是法宝还在，这样 OP 啦，射神珠，法宝继续用，超爽，估计是存在同一个拜尔里面。看一下里面 NPC 有没有变 ，NPC 还是这些人呢？这一只还在啊，感觉都是支线的，刚那个飞头蛮有支线的，那边是第一步，好，所以我才特地跑过来讲。还有客栈右边的名粉陈老板，这个城镇就三个支线，客栈右边就是客栈，这个。送客，练剑长，先存档好了。好，早安。话说支线角都不见了，我们的最 OP 的组合没了。冲过头，没有触发剧情，那个滑鼠真的 OP。
这样可以突破那个剧情区域，超猛的。拿过什么？拿过什么会收回去？天下第一，他现在还没有天下第一。那应该是可以改出来啊，要改应该是可以改，他只要模组在的话。他要怎么换衣服啊？是换装备就会变的吗？模组就会变了。天窗都改得出来了，天窗直接把两个模组的文件互换就好了，而且知道他是哪一个档案。天窗在 Steam 版没有开放赛特装，我是把它改出来了。哇，这刚那个角度，十分神速，剑气的进展，哇，他这样会吓死人吧？我打算当着师傅的面劈开一座山头给他瞧瞧，不是已经劈过了吗？劈开一座山。他现在已经越来越中二了，我想劈一座山就劈一座山，我也想看到底要怎么劈一座山。就等一下不小心把他师傅干掉就不好了，哼，剑七一个打偏。把他爷爷干掉，真正优秀的战士不应该随意炫耀自己的力量。剑七要收放自如了，欸，所以蓝鹰篇还会有暮云可以用吗？应该是要改出来了，他如果是那种 特点才可以送的话，一定是要从，一定是藏在资料夹里面，要把它改出来。哦，真终于升级了，前后段我们可以直接去后段。这边是曹府，徐府在这边。原来师傅还在，哼。他现在需要练练剑吗？我现在已经变一把剑了。现在只想去砍人。
蜀寇来个赵云，七进七出，专门治中二病。不可炫耀力量。徐公子的剑气力量究竟成长到什么境界？所以到头来是要 P3 了。所以还是要施展剑气的，要劈三头了。难道要看动画？跟两位姑娘出去了。看你们吓死吧，这个会吓死的。劈开三头，他马上吓死在那边。哎，人回来了，可以可以，但是等级被下降了，强迫变昆仑剑。全体攻击好了，鬼鸡爪子，然后飞降兵车，就感觉没怎么用。还有九天算池，这个成功。毛毛肉，你感觉这个还比较好用，感觉要用这个。好像射神珠，感觉这个被打可以反击，可以多点输出。但是我都想也想练鬼鸡爪子。音乐也换了，不是暮云初级伤害有点高啊，看到了什么招？哇，他的招什么招又更少了。我等一下看一下蓝鹰的，蓝鹰的绝招有换了，我觉得蓝鹰的绝招最没怎么用。但是拿来救人，救人的前列哪一招比较强啊？不太常用绝招，这个暗影疾空没看过。
他不是主角。P 三哦，我靠，居然要打哦！一来就修罗界，忘记换阵型，把那个知音往后换，先看看痛不痛啊？不痛的话就不用换。二十而已，帅！这招又下降了。他是排一排，看起来可以直接打前排。战魂诸天，我妈加攻击力，血环灭神州，这招好少开啊，都很少用知音。四连，有没有什么仙术可以用？一招一招放。毛毛肉感觉恢复还不错，这个放过了，换这一招，哇，没有，换这一招，烈焰，差不多。直接砍了，击退。哦，这招痛！哇，他是不是生气气了？换一下阵型，以防万一。哎，他有变式了，他多一招变式了。是因为那个九幽不在了。才给他变质吗？这招很强。哎，刚那招弹，单体的。这还好啊。这个提醒又没伤，
撑住，应该会死。好，快点劈开山头吧！会有动画吗？看就知道了。劈开山头让我想到那个《绝代双骄三》那个天外飞仙。还有三嘴，刚好补满。原来昆吾剑这么帅，现在剑都变大把，昆吾剑好大把，之前没装过，直接装那个封魔的。哎，宝箱，物尽其用。刚忘记在城镇里面搜刮宝箱。缺乏那个范围技能，我们实验一下，我现在用独挡，能不能避免御敌？感觉快要遇到了，去测试一下。我独挡有点花时间，好像独挡有效，避御敌有效，可是没办法随时存档。对了，变翅，那南京可以变翅，顺便凑个神母好了，这样都没带凑的。
看起来是太阴属性。应该可以的。都很早来开，怪也好少，这都是后期来变质的。就看起来等级最高是碟仙的后期的怪。2000多块钱。叫一只碟仙来玩玩看。然后锻造这个还没玩过。锻造能力值至少要为一。目前没东西，到时候再玩。感觉不需要玩这个，不需要玩这个就可以破关。疯了！啊，我们直接冲主线就好。好，劈开剑气。秀剑气了，又要看动画了。剑气已非昔比，绝非昔言。又要中二一波了。我靠！居然只用一张图来带过，只用一张图片来带过，不做动画。轩辕福太虚改，来日吃福或爹爹见到，他会怎么想？哈哈，沾沾自喜，这个吓死了。果非常人，原来公子果非常人。孔子怎么天神降生？我还当慈禧老爷酒后谈笑之言，不曾认真。原来公子真的并非常人，务必赶紧告诉他。见公子表现，吓死人了。如此无敌的剑气，天下恐怕绝无仅有了。不是还有金狼，还有那个上次剧情提到的，那个打完最终战那个汉之陨的主角吗？他有说飞羽那边有一个人有剑气。哇，这边新出来龙印道人，别有目的。you
夜晚了，我猜那个商道具店还是没打烊。哎、欸，他城镇有换 NPC 还不错。啊，没有，都关起来了。还有宝箱。我想到炼剑厂可能有东西哦，我们去炼剑厂看一下。这时候都忘记多晃一下，还有这个树可能都会藏东西。我要不给过去了。好，我们看能不能一路冲到那边。看来就不给过。哎、欸，哦，是他要回他家，结果你看张家变成我的了，蓝鲸根本就是整个张家的房间。没有，那改的，我直接把那个。因为开七一的话很容易宕机，不能靠七一。加速的时候切入视窗会宕掉。所以整个从跑步下手了。但是将连带滑鼠有会 GG， 滑鼠会变太快，就不能用点的，只能用方向键。因为有时候我要点出去啊，呵呵，有时候我会点出视窗。反正，但滑鼠就变太快，你看，把四二改成四三就会变这样，就，快，超快。啊，键盘的话是变两倍。这样还蛮方便的，而且本来用加速的话，战斗还要切回来，现在我完全不用按快捷键切来切去，我就只要维持原本速度就好。这边团开始揭秘了。对啊，开始黑化了吗？难道他是这一代的 BOSS？ 他的动作就是只有一直摸头发。魂环之飞，啊，这个很明显啊，他已经讲到天地了。这里被封印的那个人是皇帝，因为我们已经玩过五代了，所以那个被封印的人是皇帝，就是。呵呵，嘲弄折磨主人的残酷设计。还要牺牲他的生性命，难怪
蓝鲸一直不下手。所以还要跑，要开始逃亡了吗？没有，走错边了。哼，哇，好恐怖哦！随时监督。更了解你的人，两个结果。非常熟悉，蓝鲸怎么跑得好快？真的快到不行，比帽叔还快。这个已经超越帽叔了。曹睿，私下对他下令处置，诚不可信，不是他亲自下令的吗？这个模组跟这个模组也是很兼用，这个脸，跟他那个徐慕云他老爸同一个脸，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只是戴了一个头盔。到时能向天下人交代。想要主动反击，请你的钱呢？不要骗雷蒙，一个月，这也太夸下海口了。他要请他吗？他要做实验了，请他那个叔叔去做实验，反正死的是他。
又要去练剑场。房间看一下，可能会藏东西。果然，好像真的会死啊！真的去送便当啊，领便当啊。哇，每户都有藏东西，四处搜刮。就木材是不是没有用啊？我好像都没用到木材。话说一个任务忘记做了，我不给出去，那就算了，不做了。好像这边视野很宽广，就可以直接点到目标出来。如果点这边呢，好，根本寸步。他被他爹骂了吧？秀剑气，被那个手下通风报信，对吗？我猜啊。你看这个脸跟刚刚的将军很像，只是他头发比较黑，毛发比较黑而已。平时要多注意天下大事嘛，所以要多看新闻，要多爬 PPT， 要多爬 PTT， 可是没有，要看报纸，要看新闻。见义有偿，想要报效朝廷，他想要拿剑去劈大军，像那个宇文拓一样。哼，不伤害您的老友诸葛亮赵云，他不是本篇才刚那个把赵云的长枪弄到掉下去吗？就那个是伏笔吗？赵云那一把枪掉下去，有什么伏笔吗？哼，更不得对他们使用你那惊人的力量。去灭老友的国家。到今日，怕他耍中二。
残年出征在外，名正言顺远离洛阳。哇，偷偷来。真的要去耍中二，结果反效果。有没有支线？南阳渡口的支线可以拿东西，去看一下。哇，不给出去，那就回去吧。看到的东西。我觉得开宝箱的速度有点慢，到了这一代开宝箱的速度比新鲜剑还慢呢。又在做什么怪怪的东西啊？老爸终于登场了。剑气完全觉醒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何年何日？应龙族，不惜违逆天地，想要营救。怎么砍都没用。
太小了吧？小木鱼。你还布局布这么久了？龙族女子，对，就是还没养大就对了，木鱼还没有养大。戳直接点，炸人，然后变回灰色的剑。对啊，终于要讲了，舍不得，十年。这边还没有讲知音怎么来的。对，不能亲自来。啊，为什么要多一个女的？要把它唤醒才有办法。看要下手了，这边有个宝箱，我看到这边一个宝箱，这边一个宝箱。要外出，摸一下就可以传达，真方便。黄龙族圣女。幽冥地界，刚好。
又回到那个开头的这个画面。看能不能出去了，晚上的宝箱跟早上是不同场景，这边已经开完了，要等晚上。长安的音乐有啊，变了啊，变得不一样，现在这是洛阳。对，果然忘记来了。这角度完全不给。好，听不到神州大地耶，我好像没有听到神州大地，对的。BGM。哎，不对啊，不一样，长安的好像是另外一首，长安是另外一首。别打伤药，神秘果。又是存档了，先去他家，他房间，不给进。哼，突然生病了，因为他爹跟他都住同一间房间，所以表示那个张和也跟南音住同一个房间嘛，住了几间房间。病了，呵，真是不孝，一个不孝子，一个不孝女。要去找药了吗？难怪又要扯一堆，又要找药了。这怎么感觉有阴谋啊？你是不是想要收集药材、珍贵药材骗他？这是奇怪的东西。这两个好像是新地图的，本站没有这两张图啊。
多死比较快。哇，东北方。哦，没有，哎，多了一间房了。右边那边那间房间是多出来的，这边才是暮云房。哇，九幽居然还会在。皇宫内。这个也要记录。九幽只想要找知音吧，他已经变成那个知音的形状了。欸，他没有入队。还要去前线，妙极了。哦，装病哦，原来是装病，我觉得也有道理，怎么可能？私下串通。还想要去前线，所以他是想玩了，当作战争游戏，输了没差。要让他去送口，省了一道。哦，洛阳，所以还是要去嘛。只见幽光，会放那个。
你看他只讲找知音啊。你看，请通知再加一声。十分怀念。哇，好远哦，这么远。又要那个救苦救难救世界，各种帮助人。哎，这次换男婴当工具人。主角变男婴了。他还用笔的。哎，他怎么听得懂他在干嘛？他路人到底怎么听懂男婴在讲什么？不是只有那个牧女才听得懂，就是设定整个大改。他只是用那个在地上比手画脚画一画，就听得懂。真牵强。长安，好，要去长安了。好，这边有那个。可以直接过去了。对啊，要是看不懂就没支线了。他们怎么干脆就不做支线了？不做支线非常合理啊，又可以省一点麻烦。你看，干嘛每次做一堆烦人的支线？那就不用走了。那个姓曾的，我知道，这个主线任务特别麻烦。再问问看，你看都用写字了，都在地上写字。路人都不会觉得奇怪，他会不讲话，然后一直在地上画东画西。遇到工人，商人，遇到商人就没问题了。安慰他，还可以安慰他。看不懂，还要用钱。冷静。哇，讲一堆话。
他根本不会讲话。一直在那画来画去的。对话好烦啊，对话要特别久。这个比手画脚看来也要加速了。只是拿一个药品。好啊，任务解完。第三。正洛阳。不能去。破断。比手画脚，然后继续画。还要跑过去，真麻烦。呵呵，耍霍江。哼，原来是大哥。哼，重病，原来。这还有第二阶段，又被赶出去了。好，哎，这边好像还有第三阶段，我可不可以一起出发？那可能要出去再进来才会。
了，看来没了。直接去那一座山了。我用全功了，不过他用武器就好了，也还好。这个好了。先打一下，然后放回去，打完之后牧云再打一下，应该就两只就收掉。这应该是新地图，本传没有这一张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？那只是倒立吗？那只动作。这只动作超好笑。封闭园长，怎样？怎么？蓝鲸最好有练到56等，我现在才28等，怎么练？啊，练不出来就算了，没有就算了。看看天吧，看会不会顺道练出来。Thank you.
真的很硬啊。有比那个五个石头人还硬吗？欸，不是石头人，五个纸人那一阵，我觉得伤痕应该是最难的。魔化反而变简单。摸一下就可以治好，根本厉害。在下哪里？洛阳汪大人，汪大夫门下的药师安博。为了采药，紫焰琥珀，琥珀。换路人真厉害，都不怕飞，只有我们会遇到那种超强的怪。他们都自己单独出来，都不怕被怪干掉，都没有澄清绝对。药引自己化成精怪了，有点猛。要先找寻曼陀罗花吧，西方。对对，是支线了，退魔香。哦，其实这个还不错，避战用。西方就是在。左边啊，感觉前面那边才是 BOSS， 我先走右边那边。我这个给了也是一样，该给还是不给了，先选择不给了。我这个给了还是会打我们。哼，他那一刀是打后排。
能够变质吗？杀手可以变质吗？可以耶。降龙段，好久没放，好烂，最最烂的桥段。不过至少是普攻的 1.7 倍，哼，烂归烂，比普攻强。我就要先去解支线了，支线的西方应该是起点的地方。我先存档，然后用那个土地神符，我怕错过之前就要自己单打，感觉是在这里看到了曼陀罗。变质完了可以补一刀，还好这不会很久。我觉得那个字还是很小，游戏的字，然后再去找那个药，再回到刚刚那边。啊，我没有土地神符了。我应该要等一等去道具店买一下，还好这边没有太远，转个圈就到了。对啊，怒气93，都不会打其他人 ，AI 都选血薄的吗？哎，五把再增加，变一次就满了，这么 OP。好硬哦！降龙冠。该不会又要打了？哼，对，果然又要打。无法变质，无法变质。裂地，
洛阳，那就慢慢来。开打。这应该不用换了，前面攻击比较强，反切输出。九天算迟，没练满，我用这个好了。被打会反击的。先攻有什么用？没用。好，上。焰琥珀，哇，好大一只啊！庞然大物，放冰格音乐。多久要放绝招啊？他血量多少会跑？残血才会跑吗？我先试一下。这招的伤害多大？把加速，那进加蓝的，绝技没用啊！试下，震！来，武功急退。急退，继续后退，战魂诸天，10%哦 ，OK。那我也要我的大姐可以打10%、啊。去看那个轩辕浮太虚，多少？大概打多少？1600，哇，可以可以。小心点，其实不好抓。或是杀，降价攻击力。呵，哇，都打蓝鲸。可恶！又要喝了，终于换人，可以。四连，负责击退，等下小心他的行动条，差不多了，48吧，48应该可以秒掉，好，差不多了，要开始击退，下一发要把他干掉，
攻击力刚好没了，希望他不会跑，别跑啊，让我干掉他，继续击退。哇，找一下，还好，可以可以，没秒掉就，没秒掉就会很吃亏，我很怕秒不掉。感觉还秒不掉哎、欸，会不会秒不掉？秒不掉，抓错了。没有经验值，再来一次吗？很难抓呢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听你们的。看不到他的血量啊，没办法抓得很准。一定要很确实，一定要很确实的把它干掉。如果这一刀下去，跟他的行动条无关，他只要血量低于10%就会跑了，所以最后一定要10%靠下去，有点难。有啊，刚有 buff 啊，刚不是有用战魂诸天之后再靠吗？给他，然后再加正，啊，忘了，忘了先开这样。没开 buff， 少了200。其实要抓到尾刀有点困难。我没关系啊，他没装什么重要的法宝。呵，又来，怎么都打蓝音呢？先用小招，这一招多少？1200。这次再没成功就放弃了，其实不好抓，一低于10%就会跑了，等于我们最后一刀一定要是尾刀，最后一招下去一定要尾刀。很怕这招打过头哎，文高先开巧的，好，还没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太棒了太棒了。下一招一定行，
来了，有 buff， 刚这比刚才还少了，下去吧。还是没有啊，这血量比刚才少，还是抓不到啊。太难了，放弃。我们这样重打没有比较快，我们拿娃娃去刷小怪应该会比较快，我觉得。啊，其实我很怕，我刚如果打下去，他触发了10%也不好说，太难了。哦，为了保障。他一开始就说装病啊，我猜也是装病，怎么那药材那么麻烦？终结此乱世。易如反掌。对啊，一个仙人不太虚，劈下去少一座城。真的有东西吗？帮我们还要再挑战一次吗？算了，太累了。那个除非把力量加到极限。哎，你说暮影会离队对不对？你刚刚不是说暮影会离队吗？那我们用修改的、啊，我们把暮影改到999了，看能不能把那只秒掉，好不好？反正他要离队了，不会破坏游戏。对啊，来来，好吧，你们就这么想看那个宝物，我只好把它干掉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把那个存档盖掉、欸，哎，刚有没有存太快，把存档盖掉。还没，我还没存档。先这样。好，既然这么想看，来改，直接改暮影就好。
有了有了，找到了找到了，哈哈哈哈！我看要改什么，改攻击就好。我可以上限多少？试一下。好。看有没有变化，大家都。好，有。哎呀，真的要拿到宝物，就看这次了。啊啊！看不到就是，他的飞冰降车忘记拆掉，一刀就砍掉了。就药品而已啊，1600块钱跟药品，好像没有多好啊。直接被秒了，我想知道看一下轩辕浮太虚，可以打，这最高可以打几万？找小怪实验了，没怕那他会不会把法宝带走？拆掉了，反正他既然说他要离队了。最后爽一下，找小怪实验一下。来啊，轩辕浮太虚！来，就找这一只开刀。看到伤害了。放这只青蛙 QQ， 轩辕浮太虚，3万，那一招大概是攻击力的3倍。好，所以他就会离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在机姐之前，洛阳要找洛阳，刚那个药师。道具店，道具店。
可以捡吧。接下来还要去那一间新开幕的，一直把蓝鹰赶出去的那一间，好像一直都有任务。哎，锁上门，好像触发不了了。我错过一次，好像那边就没了，完蛋了，哼，进再也进不去了。第三阶段，哎，没了。好，他家。珍贵无比，不用演了吧？四分成功。来啊，这朝真道有没有领便当？连绵三十日大雨，进退两难，雪上加霜，还被骚扰，还得病啊，卧病不起，真惨，下场真惨。看他那个，结果病死了，内心羞愧，病重而逝。万分气恼。哦，变成了暮云，后来积极学成御剑飞行术，所以他要去蜀山学啊，太好笑了，御剑飞行。还要学御剑飞行。还要第四次北伐。
又要去找找东西了。神鸟之月，王云白。好，继续找那个羊儿。多阶段任务，这个最后会给什么吗？看家就知道。我要修行。好，陈老板。都在隔壁而已，又可以进去了，可以。这边确实在，是不是在卖神装？所以你要每一段都要触发到。我猜啊，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，继续看下去。啊，道具店，这次道具店买一下，需要一些土地神符。哇，那同案要马上结账。要的话，你需要买吗？留着好了。感觉命中最重要，对蓝星来说，不要miss最重要。虽然速度也很重要。不用吧。应该不用刷太多啊，照妖镜，天仙符，来这个就好。对，差点问。武器店，看有没有卖武器。没卖防具店了，再看一下，可能隔壁有。水镜银山，钱不够了。境界看看，我还没玩过境界，能不能把广陵剑变强？
钱不够，我已经把钱花完。感觉应该先不用花钱去锻造。先留着，等怪越来越多再说。难打的时候再用就好。去练腰了，随便练一下。好烂，青蛙。妖狐，爷现在比较高级。神兽。好烂哦，这个不知道规则，还要研究，太麻烦。先这样，锻造，看可以锻造。好，谢谢那个飞水，26。好像要看他来凑，好麻烦，还要去抓对应的怪。在找，在等你。对啊，跟天珠有点像，跟长枝桃那样。
我要被拒绝了，呵呵，下次一定要说出来。这个又有彩米。哦，这边要猜错才会有，对，这答案是狐狸。这好像也有支线，给打伤药，看给会怎样。不死泉水，好，好像蛮赚的。医生居然还有气氛，哼，别像个体女，哼，发病。啊，这个有什么意义吗？修罗浴火，换打前排，他是专门打后排，他的招是专门打后排。
好啊。好烂的剧情。那个解戴夫的任务啊。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任务。第二个岔路，我怎么没遇到？再来一次。找到了，计算机的本质又不见玉里的书册，帮小黄狗藏骨头，藏身在客栈发病。发病偷医。原来是藏在这里。好，神鸟之月。对。感觉他比较需要那个毛毛肉，算了，先留给他。对啊，这边好像是预设你是完美结局的样子，这个资料片好像预设他们是完美结局了。
哇，这视角转太快了。有隐藏道路。隐藏道路要怎么走？总算砍后排，基本上都靠这一招在清怪。这是异形吗？头还会开开，电击一下。这狗超。要劈开三壁了吗？另一个世界，神之领域，神之领域。鬼差所人，敲人吧。看来他要用兵器的比较好。
转刺角啊，别卡我。他不转刺角哎、欸，这里不转刺角，我要怎么过去？有这么刁钻，刺角不转，这刺角不转，我要怎么走？卡在后面，那边是要真的要走隐藏道路，是要摸黑走吗？这游戏不给人家转视角。好，看一下注意方向。这里为什么还要这样换刺角啊？气死欸！搞人，那里还要再转一圈，搞人。难怪会被抱怨。进不对，改用全强试试看。有这个怕前面两下。后面怕路见不平，哇，又被视角给乱了，可恶。为什么要故意这边恶搞一下，帮你转个视野。
前还好哎。小地图害死，我被特征卡在这里了，好烦哦！要小心点。然后这边要改成上移动，还可以脱离这边，然后又改成下移动，视角给你转三次，超恶搞，你没办法按一个方向键。要回到这个隐藏区，来什么？来了，这个怕我，哎，错了，那个也怕兵。中毒了，这中毒了，长得好奇怪。刚好补满，比较缺体力。对啊，毛毛肉。
就是先吃那个毛毛肉，会缓缓恢复一点点。开大技，看错了，就是最后。行，那快要升级了，再来一战。我要忘记买那个，哼！娃娃，我想说会有几个不用买，下次还是也是买几个啊，用这个比较快。干蛮痛，打完就靠这招对啊，好像没有幽冥。玄冥好像是克玄冥好，幽冥克那个太阴嘛，有太阴，太阴克玄阳，还有玄阳跟太。好，又要打了吗？感觉又要打了，烈焰如氧，熠熠生辉。又要打了，神鸟族后护卫。说见就见，还要打败他，真麻烦。音乐也不一样了，分身术，跟你说分身术是他。可是他没有可以砍前排的，哦，这个一的是正身了，可能要先把分身砍掉，才能打正身的。正身怎么打到一滴？
真正的实力。哦，头痛，可以。回来。哇，前排也蛮痛的。四连，就感觉用射神珠没有多比较好，但是没魔的话可以用，没有体的话，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招比较强，他不知道是什么属性的，多试试看。好啊，那就是射神珠去打他，看哪招比较痛。无属性跟有属差不多，那用无属性，还是这次要用幽冥克他，那只是太阴了。播放一次就知道了。前羊差不多了，都没克到，那一只要用太阴，那一只要用幽冥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绝招最快。轮不到他了，来了，长老拿到这个。神鸟仙人族长，应龙族，道义相助，这么 nice， 以后还会凝聚，就不能多帮。逆天如意，以早反天劫。真好，都不用用土地神符。
好像心灵相通吧，他们两个好像心灵相通，不用像木影那样看的。不知道是不是？你看他完全不用说话，他只要在内心想就有。肉身分离之物，哼，可以跑过来了。都失去了。材料还要用买的。这个木工也太厉害了，这个木工居然可以看懂蓝银，居然不用比手画脚，只要摇头就好。四十份也太多了。为什么这边四十份很多？看我现在有几个？难道我宝箱开的不够勤快？应该说被拿掉了吧，没有继承了，三十个。表示我有漏开宝箱的样子。还要再开十个宝箱。或者开华丽宝箱，
这个没换过，说不定里面有。没有。啊，那个这边有隐藏的道具，包什么？50块。哎，又无意中发现一个。这个还有一个阶段。对话就好，然后这间也要对话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隐藏东西，继续做下去。还差8个宝箱，看一下有没有隐藏。先不要回去。我相信这边应该有，哼，果然有，抄家果然有。我觉得剩下可能去其他城镇开才有。算了，有顺道再解就好，应该是不用解。好，直接回去。坏消息，哼，亲自见你。要趁晚上开宝箱，我记得晚上的宝箱跟白天不一样，刚有错过两个。看这边夜间有没有东西可以。还是没办法，你看这边一个。情人吧，哼，神鸟，
哦，原来上次那个带去那个迷宫超难走的，那个神幻怎么进的？超难走的迷宫。根本没有。啊，宕机了，宕机了。已停止运作。真的爆炸了。劈下去真的爆。再来一次，轩辕剑真是强大。进房间，希望不会再宕掉。先在这边存档，可以早讲一段。在这里，一出去就会触发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水中召唤？好，不要再宕机了，拜托。刚刚爆炸下去就宕了，我怕又会这边卡住。刚刚出现停止回应了，已停止回应。有，等下炸下去之后就宕机了。啊，又宕了。已停止运作。已停止运作。已停止运作，刚刚怎么办？死党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
好，我们用一下，该不会是跑速的 bug 吧？我把跑，我换另一个执行档。如果最原始的也是这样，那就没救了，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想办法解决那边，不然就是用全屏幕模式。这个再失败的话，就用全屏幕试试看。这个稍微提速一下，冲啊！希望不会再宕了。哎呀，不要再爆炸了！来了，又要炸了！啊，没救！爆炸，所以跟那个无关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爆炸，这剑气太强了。啊，为什么玩本站的时候不会宕机？好，全屏幕。全屏幕，全屏幕就截取不到画面了，要再截一个，再开全屏幕要定。全屏幕再开一个，再设定一个截取。全部只能用游戏截取。先随便塞，先过这边最重要。看是不是前屏幕的视窗化的 bug。又来一次了，来了。他们的表情说明一切，真的，全部都惊呆了，大家都惊呆了。那个停在那边，表情真刚好，可以当宕机表情。等一下，就一定要拍一张照。那边可以精华。好，拜托不要再炸掉了。来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！到底会不会顺利通过呢？就看这一次，暮云到底会不会爆炸呢？来了来了，要爆炸了！啊，还是这个表情，还是炸了！啊，不知道原因。炸了！那我今天只能先打到这里了，这个我再想办法解决。太夸张了，我们就停在这边，就太好笑了。
就是这个表情，好像跟全景幕无关呢，就是这个表情，停在这边了，到底为什么会宕机？